吧，乱扔嘛，打野，日符文，参考用。Welcome to Wild Rift. Suffering is magic. Minions have spawned.Nena I don't have kin First blood Ally slain Ally slain Enemy slainDanger. The shadow approaches. You have slain an enemy.Ally slain. 低能儿，一人打一边，这是打三小啊！太优秀了。Is under attack. Your team has slain the Rift Herald.
turret destroyed. Enemy slain. Enemy rampage. Danger. Ally slain. Shut down. Ally slain. I am beyond death. 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 Under attack. Engage. 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 You can 用那个荣耀头盔，还不错，我觉得了。都蓝 buff。
destroyed. Attack this champion. Enemy turret destroyed.很值不值啊？ Danger. 低能儿是不是啊？算了，这个也是低能儿是不是啊？就来这里会死是不是？那你在干嘛？那你是脑子有洞是不是？每个都跟低能儿一样，我真的受不了。哎，他们最强是阿里嘛，所以我们出魔抗，他一点伤害都没有啊。那个墨菲特又是出魔攻的，所以他也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威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回血够，然后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白痴蒙多，对，白痴蒙多也没有屁用。
猜一猜就好了，就跟他们打。那几个人，那几个技术跟垃圾一样，要打什么？这几个那个程度很低啊。我们要老实说，这几个队友程度非常的低啊。这些都是小低端啊，所以不用太意外啊。那阿里是因为捡到那几个白痴的头。你看，这死十一次、死八次，那几个白痴的头，那中路也没有多好，那中路死七次。嗯，我们这套就是，你只要出三件攻击装，剩下两件坦。啊，我第三件攻击装也是半坦哦，啊、嗯。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打不动我，打不动，在中期的时候他就打不动我了。打不动我之余，然后我的恢复能力又很高啊，所以他们会把招全部搅在我身上啊，然后我在试情况要退场还是进场啊，就这样。来，我们看一下对面的打野啊，他很低端啊，你看赚二而已，就说他是低端的啊。中路赚四，他没有到多高啊，但是对面的非常的烂。对面阿里其实非常的烂，但是他就捡到头非常多头啊，是我们的伊瑞利亚非常的烂哦，对，我说错了，我们伊瑞利亚非常的烂，所以才让对面的阿里看起来好像很有用，结果他才铜牌。来上路，白金白痴对一个翡翠白痴，0-7的蒙多啊，硬要跟那个叫什么雅宁打。好，看到这里，感谢您。你可以结束哦，麻烦到这几个平台帮我订阅、分享、按赞、加留言，我们创作更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再会啦，拜拜。